另外，从商贸的角度来讲，这个船舶所能够运载的货物的数量要远远的多于这个骆驼。他法显归国的时候，他搭的那条船，每个人都带了一些货。这个货呢，有点像今天的我们讲的这个零单货运的这个汽车一样，就像你买一张船票，允许你带着多少货物。那么这个船，就带了大量的人和货到下一站进行贸易，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中国的很多僧人啊，确实就是从商业的途径啊，从商经商的人往来于印度和远东之间的人得到这样的消息，那么这是我想讲的这个求法僧的情况。这个法显当时出国的时候，法显记到他的同行人，相当多的，有好几个人，他都提到了名字，比方说他提到有他的随行人员中间有宝云、有慧英、有慧景、有道景等等，很多人会去，但是跟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只有他自己一个。我们今天出国旅行的时候，可能你出门如果你已经有家庭的，可能你的爱人、孩子会来送你；如果你还没有家庭，你的同学、父母亲可以送你，送一个信，道个别。那么古时候，如果出一趟远门，特别是到异国他乡，基本上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是生离死别。去了以后，很多人要不就是途中生病，干渴、粮食断绝、死亡，碰到强盗被杀或者呢，在海外由于种种情况，在留在海外就不能回来没有钱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。所以呢，在古代到海外是一个非常充满了风险的事情。我们前面讲到，在陆路和海路之间，陆路长途跋涉是很艰难的，到过中国西北、到过新疆的人都知道，这个我们讲到，从今天的阳关、玉门、敦煌，你穿过沙漠到罗布泊，要十几天然后去补充一点淡水，所以是非常艰险的。那么坐船就相对的安逸一点了，但是并不意味着坐船是没有风险的，海上的航行不可测的风险是非常多的。在汉代《汉书》的这个外国传中间就提到，到海外去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危险。第一个危险就是海盗，我们今天的这样现代化的船舶，在非洲、东非、非洲这叫索马里地区，都会遇到海盗。那是自古海盗比较多的地方，今天马六甲地区也是海盗比较多的地方。明清两代，史书上记载，中国的珠江口也是海盗比较多的地方，因为你有船，总是带着货。是不是我只要抢到你这个船，那么你就这些货都归我了？船上的货很可能是一个商人他的家里的全部的资产，那么有人会拼死抵抗，所以很多人会被杀的。所以这是汉代就了解到，第二个，风险就是海上的风浪，船在古代这个船是木头制造的，抗风浪的能力是比较差的，所以碰到风浪，轻浮造成海难是非常经常的。
这是我们汉代这个文献中间就提到，所以呢，你坐的船上始终是有一种这个随时准备的思想，这当代都是这样。那么我们要讲，我们再看看发现的经历，那么怎么应付古人怎么应付这些危险？发现灯的那条船，船的后面通过缆绳就系了一条救生艇，他这两百人的，他是有风险意识。那么走了第一天，他就碰到风暴，一天半以后碰到风暴，这时就有很多人，他当然不像今天训练有素，谁先下谁后上，大家都往小船上面跳，从大船往小船上面跳，跳的船在风浪中间，小船那样颠簸，上了小船的人非常害怕，这个时候他们就把缆绳砍断，不让船再往里跳，啪跳下来，船的大家都死掉，这样有一部分人就上来，有一部分人就没有上来。那么法显呢，他就没有上来，没有跳在小船上，这时候大船已经破了，慢慢的在往下沉，大家要把自己的衣服弄，要堵这个漏洞。那么船呢，因为货压的比较重，吃水比较深，在风浪中间摇摆，水会进来。船上的人要求把自己带的货物比人命要，人命更重要，把自己的货物全部扔到海里去，这样让船能够重心能够提高一点，就是风浪中间的风险。那么发现自己飘到了一个海岛，我刚才讲，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岛，就是我们讲的可能今天的东南亚这个孟加拉湾东面的尼科巴群岛，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那些跳到了小船上又阻止别人跳，把缆绳砍断，那些人为了自己能够求生的一种本能做出，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那些人会怎么样。但是我猜想，在这样的一种波涛中间，一叶扁舟生存能力是概率是很低的，很可能跳小船求生的人很可能死掉，但是没有人再提到他们，也可能他们离斯里兰卡离印度不远，他们又飘回去了，这个很难说。但是洋流发现那些风的洋流是把它飘得向东去的，是不是？他们跳上去有没有干粮也不知道，发现飘了13天了啊。那么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发现也提到另外一个风险，什么风险呢？就若遇浮石埋伏在水下的时候，浮倒伏的浮人船巨过，如果碰到了水下的暗礁，因为你在一个已知的海域中间，那么会知道什么什么地方暗礁比较多，要注意，对吧？你在一个未知的海域中间飘，你都不知道你飘到什么地方了，那就是完全听天由命。当然发现他们是幸运的我们在中国的文献中间就记载到，这个船舶碰到暗礁全部死掉，是有的。所以我们讲的海上的这些风险，那么这些风险呢，发现后来他自己提到，他又再次经历过，就是他从爪哇乘船，他原来预定要到广州的他自己带足了粮食，漂了50多天那么在漂流的过程中间，由于淡水越来越少，船上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，就每个人一天只给2升水，这2升水呢还是淡水和海水参半海水太咸了不能喝的，那么淡水海水参半，这样呢让你还能够适度的喝得下去，不至于能够死亡。当然他终于是到了，这是他的经历。另外还有一个人的经历，谁呢？就是有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智严，他和克什米尔的这个高僧一起到中国，他们从爪哇起航以后也带了粮食，到了南海中间，一个由于风没有来，就在那等待风这时候看到这个东南风起了，有很多船在那等待，有一部分船，那我们就先起锚吧，就走。起锚以后，走了以后，这一部分船碰到了风暴，凡是起锚走掉的全部都沉掉，
那么当时他们当然是不知道的，他们觉得风要稳定，这个自研的船觉得风要等稳定以后再走，所以他们又等了一段，他们又起锚了，他们走了。那么他们这个船算是顺利的到了，但是有一部分船还是不放心，再等一等。那么剩下来的这一部分船遇到海盗，海盗把船上的人都杀了，把货都抢走。因为原来船比较多，人多势众，可能海盗比较害怕。当你走了一批，又走了一批，剩下的船不多了以后，所以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。那么这样的一种风险，对这个海上的航行的人来说，那就跟重生了一样，觉得自己好像是，走就没有想到回来，他居然还能够回来，所以我们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这个经历。那么在我们讲到这个航海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，就是这个，航海，它不是在这个完全无知的情况下航海，那么它要对海域要有所了解，它对这个海洋的路况、海情要有所了解。那么我们中国所处的这个位置，那么航海有个很重要的一个，所有的航海家，我们叫做导航，领航员，古代呢把它叫做舟师，舟就是船舶叫舟，师就是师傅的师，船老大，领航员。那么他们一般呢，他们都知道，这个航行呢要往日，白天看太阳，晚上看月亮，看星星。什么叫看星星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北极星，要找到北极星，要知道南北的方向。在中国所有的方向中间，北方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北方能够准确的定位。知道了北方，你等于就知道了其他的方向，它相对的就是南。如果你面对的北方上左下南左西右东，你就清楚。那么首先要找北极星。航海也是一样，要找到北方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，我们中国的海岸，如果我们从辽东半岛算起，一直算到广州，算到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越南北方，那么西太平洋的我们东亚大陆的海岸，大体上是南北向的。当然我们华南地区有曲折，我们山东半岛是不是进入这个省的，但是总体来讲是南北向的。那么这个南北向的海道，这个海岸线向东不远几百海里，就是西太平洋岛弧，或者我们叫做第一岛链，从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、库页岛和东亚大陆之间包的海，就叫做日本海。那么然后日本列岛、日本的四国、九州等等，日本列岛再下来就是琉球、冲绳，今天叫冲绳，再向南就是台湾，再向南就是菲律宾、吕宋列岛，所以。西太平洋的岛弧第一岛链，从南面菲律宾、台湾、琉球、日本、库页岛、这千岛、库页岛一直向北，这西太平洋岛弧也是南北向，和我们东亚大陆的海岸线南北向之间形成了一个狭长的海道，宽度是几百海里，今天我们和日本之间有东亚大陆架，也就是说不到400海里就可以到对方。那么这样呢，在这个海域中间航行，这个船老大，我们的舟师呢，
心里基本上是清楚的。啊，我向东走不多远，大体上就能看到一个岛。我向西走不多远，基本上就能看到东亚大陆。左右都有比较明显的地理标识，都有陆地。那么我呢，要向东南亚航行，我就两边的陆地，一边是岛，一边是大陆，我向南航行。我如果我要回到中国，那么我就沿着这个狭长的水道，沿着西太平洋的岛湖，等等等，往这个往北走。我只要知道北方，我就不会错。那么如果碰到了风浪，我在这两者之间，我去的时候，我记得如果碰到了风浪，我就慢慢的向左向西靠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如果碰到了风浪，我就慢慢的去的时候向右靠，回来的时候向左靠，我总能够找到中国大陆的某一个地方。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我们中国，我们把它叫做天文导航的一个雏形。天文就原来古代的人航海的时候，它主要是靠地文导航。地文导航术它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地文导航，这个船舶呢不能偏离大陆太远。当我们从一个港口这个动身以后，我们进入了海洋，但是我们和大陆始终保持在目视的这个范围之内，那么这时我就始终能够看到岸上是怎么样的。有了天文导航术以后呢，我们可以远离大陆，因为有的时候靠近大陆暗礁比较多，水深不够，那么我们可以远离大陆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沿着大陆航行往往是舍近求远，是吧？如果你很大的海洋直横，你就能到达了，但是如果你始终沿着大陆航行，你就要走很长的路。所以天文导航对航海术的进步是非常重要。那么天文导航在我们中国在汉代就出现了，在汉代的很多文献中间都提到在海上要看星要什么，对啊，汉代就出现了。那么法显他已经提到在海上要望着星宿而行，这就是天文导航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在北半球要找南方，我们找的是北极星；在南半球我们找的就是南十字星，它指向南极的恒星。今天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的国旗上面都画了一个南十字星，表示他们是在南方的国家。那么南十字星我们中国古代也就知道，我们把它叫做灯笼星啊，我们古代就知道。那么我这个现在呢，我就天文导航讲啊，讲一个开头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那以后下面再接着吧，再见。